离玄宗之玉四十只剩数天，四十天哦，你要快一点哦，要不然你任务失败要重新做过哦。哎呦，没有时间限制，不要怕。之间找出皮利卡进行三星的祈祷，卡姆一句会，哦，就会天照。天照，你不是只普通的蓝吧？能够能让爷爷有事相求，必定是世光中大。说不定你是那传说中的白狼白野威的转世。我已经不要承认我是白野威转世了啦，承认都没好事。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白狼而已，好不好？有一阵跟在上面的话，看上去更像这么回事了。干嘛说些无关的话？快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已经没时间了啦，快递啦，快递啦！总之，天照森林里就由我来带路，快点跟他去哦。那我就先去森林等你们了，准备好的话一定要来哦。哦，瞬间消失了吗？没有，跑掉了。森林，他要跑去森林了。哎，奇怪，他走去哪里啊？他走去哪里啊？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走出去。等一下，那个门的后面是什么东西啊？门的后面啊，不管了啦，先去找那一个啦，找那个老头子学一下剑技啊。哎、欸，你不会说现在就要去什么西约佩仪吧？哎、欸，你这个真是急性子。话先说在这哦，西约佩仪的入口由欧伊娜的文章封印，无关人士要是进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要是。请那欧伊娜族人施点小法术就另当别论了。当然不是啊，现在就要去吗？无论如何都想进欧伊什么西佩什么约西佩仪的入口吗？有欧伊娜族的封印啊，无关人士啊，不另当别论，随你高兴吧。好啦，他怎么讲这么讲两次啊？为什么他要讲两次？因为他不爽你，要给你念多一点，呵呵。好啦，我不管了啦，我才不要去嘞，我是要去学剑技的，好不好？谁要去那里啊？谁要去啊？对不对，娜娜？啊，不管我的事情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有吗？有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不是哈，不是，太可恶了，竟然不是，不是你也敢出来？不是你也敢出来？喂喂哦，哇！砍死了，砍死了啊！不死就要集气，噔噔噔！好啦，赚到钱了啦，4000块。哎呜，前面有一个开过的宝箱啊，去找我的那个，喂，去找我的剑技来了，学，我要学会那个啦，装备两把剑，攻击力就上升的那一招啦。喂，呼呼呼，陪你死！喂，哦，火灵星，火灵星，啊，火灵星，哦，他还在天上飞，呼了呼，呼呼呼，好了，可以下来了，呼呼，不要一直在天空飞，火灵星，他一直在飞，好烦哦，催你飞呀飞呀飞，喂喂，他飞走了，在哪里？二六嘿。他在哪里？火灵星，火灵星，哦，死掉了！火灵星，哦，大神，火灵星，噔噔，好啦，哎、欸，哦，又赚到4000块，打了这么多都没遇到怪怪的人，真是的，这个很难遇哎、欸，千年难遇是不是？出来了没有？哦。哦，入梦二童子，终于遇到了，终于出来了，你们肯出来咯，肯出来咯，肯出来咯，终于哦，嗯，哦，死吧，火灵星，火灵星，好了，一直死了，啊，换你了，哦，着火吧，烧哦，给我烧哦，烧，暗射八火鸟，烧哦，快哦。哇！神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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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赶快下来哦！
他一直飞高高，很烦呢。快点啊！快点，屁屁赶快着火啊！哦，屁屁着火了，他屁屁着火了，真是麻烦。哦，五零七，五零七，呼呼呼！哎啊，嗯，哎，画两撇。哦哦哦哦！啊，这么快就合起来了。 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我林，哦，可以，红色结界的话啊，表示不能逃走。哦，也没有要逃走啊，我也没有要逃走的意思。<笑>快点啊！不要，这里的地很滑哎、欸，我觉得很不舒服哎、欸。也没办法，等一下。每次都还要助跑，哎、欸，着火了，终于，等这一刻已经等很久了。 喂，着火！哦，血童子出来吧！哦，火灵星，火灵星，哎、欸，又没有了，又封起来了，真是烦呢、欸。你就打快一点呗。我已经打很快啦，剑需要集气啊，所以不是一直按就可以了。如果近的话就是一直按，我就这样拼命的按，拼命的按，练手速。 可是剑的话就不是剑的要话要等下来停下来集气，好啦，打赢了啦，耶、yeah! ！被自退了，终于自退他了，蓄气太慢了，我也觉得蓄气太慢。能有，我们去学那个啦，去找小兵鬼斩灾，看他有没有蓄气加油的，又哦，进行那个仪式吧。刚刚是哪一只啊？入梦的二童子是不是？呦呼，入梦的二童子，噔噔。 呦呼，好了，走了，先要去哪里？下面，走走走走走，去找他。小兵鬼斩灾，我来了。啊，小兵鬼，又有吗？没有啊，不是我要的。呦呼，呀，狐狸，狐狸之极。哦，有了，妖怪牙喷出来了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！我们刚才在乱叫什么？喂，哦哦，打下来了！喂，走走走走走！哦呀哈呀哈！不要一直飞啊！飞呀飞呀飞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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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死掉了！另外一只在哪里？然后，喂，三。 哦，喂，他屁股翘高高的，有打了，不够。哦哦哦，没有，是不是攻击距离没有这么远啊？不知道，就感觉好像没有这么远。哦，是这个地步好跑啊，<笑>移动不方便，有没有可以指滑的啊？大神，你可不可以去指穿指滑鞋啊？这边滑来滑去的，很不舒服哎。 都滑来滑去的，能防滑吗？有防滑功能吗？去穿雪靴好不好？喂，喂，喂，你看他们，我砍两刀之后就要去追他们。喂，喂，砍两刀之后他就跑远远的。噔噔噔。 喂，哦，哇，你看，砍两刀就跑远了，真是麻烦。嗯，哎，哦，哈哈，一闪二四，两岛资源我不想回那个地方了，真是麻烦。喂，喂，哦，哦，哦，用玉啊，可是玉都没有那个玉的攻击率比较低吧？ 玉不是都是用射的吗？远距离攻击，玉的攻击率蛮低的，不是吗？啊，娜娜，什么东西？就是玉的攻击率不高啊。玉的攻击率不高，对啊。对啊，我记得玉的攻击率不高。不是很高啊。虽然很帅，玉很帅，在很远的地方就这样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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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很帅是很帅，可是攻击率不高。怎么办？
再去学小去找小兵龟展再说。哎、欸，又被抓到了。肯定是被抓到了。怎么不让我先学技能再来玩呢、啊？不知道。你们很，你们就是强迫我要赚钱就对了，强迫我要赚钱。哎、欸，不赚钱。阿布拉布，阿鲁布，阿鲁布，哦吼，哦吼，哦吼吼，哎、欸，死掉了，冰冰，噔噔噔，呜、哦，喂、哦，走，强迫我赚钱，那就赚嘛，他强迫我赚钱，我们就赚嘛，嗯，多赚一点啊。结果都没有遇到怪，都没有遇到特殊的，打这些哈小废渣，小废渣，为什么都没有？为什么都没有？因为他说是随机才会出现的，随机几率也太低了吧？是几率低啊，要不然怎样叫做这种有什么怪的？不能几率高一点吗？不能啊。几率高一点会死吗？早点让我完成成就不好吗？不好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要拖你的时间、啊、就是要拖我时间。好啦，画死你。哎、欸、我画了一刀。哦，哎、欸、跑掉了，他转掉了，转什么？哦，死掉了。 Yeah， 喷了喷了喷了，冰冰冰，哦，47万嘞！哦，我们赚到47万了，感动啊！啊，这里可以挖哎、欸，晚上才看得到。噔噔噔，这个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散落的珠子。嗯、散落的珠子。来啦，来学啦，射击四空，削冰龟斩灾，我们又来了。嗯，学剑技啊。噔噔噔噔，请听啊！啊不对不对，又是你啊，可爱的蓝先生，又是徐我来，学剑技，这个是什么神技？你为什么要学剑技啊？我感觉好浪费哦。这个是什么？勾玉使用时攻击率会上升嘞、欸，剑技啊，剑技有三斩四斩，还有什么明镜，同时装备禁食，这个学过了，为什么不学剑技？不然要学什么技？你要我学什么技？你说啊。还有剑舞啊，你看，同时装备剑石攻击力会上升呢、欸。我就是想学这个，同时装备这个、啊，这个是的。呼呼呼，剑进的话三斩四斩都要学习。好啦，都学一下啦，花钱学习啦。好啦，削冰龟斩灾。他讲的话我已经不想再听了。他会送我狗骨头吗？哦，现在开始练习啊！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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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就是一直按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直按就对啦。啊，不啦，懂了懂了，好好好，无意自然助教给你了，好啦好啦，跳过了跳过了，不要再讲了啦。呜呼，八八八，跳出来了。哦，挥成功，好啦，成功要得我搞骨头啊！光成功有什么用？哦，行了，到此为止啊！五副机身你去吧。他是不是不会得我搞骨头了？上一次已经验证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哦耶，得到终身孤顶。真的假的、啊？走啦，拿到了啦！哎、欸、呀，走了啦，走了啦。狗骨头好，拿到就好。哦，我都不知道李神器的剑有什么。没有，他同一把同一样的剑可以装在表和里，就这样而已。嗯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呼呼呼。嗡，来啦，继续，请听。哎、欸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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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习武吗？是的。要打。剑技三斩，是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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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呜，跳过。完全不想看啊！完全不想看。Go go go！ 哦，好啦好啦，现在开始练习了。三斩啊，三斩就是按三次嘛，对不对？学会三斩啊，哦哦吼吼吼，好了懂了懂了懂了，好好很好，记忆组元素教点也跳过，哦吼、哦，